本土疫情因周末稍微下降，十八号新增死亡39例，本土确诊新增39333例，较上周增加23%，有11个县市破千例。指挥中心预估下周疫情还会再升温，而且有机会单日破6万例。好消息是，第二批次世代疫苗9月18号晚间有80.3万剂将抵台，效期到明年3月29号。第二批次世代疫苗依旧给3类高风险族群优先接种。看看次世代疫苗，周五和周日分别到货80多万剂，但总共300万剂，预估仍要到9月底才能陆续到货。随着 BA.5 疫情升温，孩童症状似乎有变化。三总小儿部医师张嘉宁表示，今年4月到6月儿童染疫多为并发急性脑炎重症，但从8月到9月初却出现儿童癫痫抽搐，比之前更容易发作。且与之前 BA.2 症状不同，发烧本身就可以在儿童身上产生抽搐、痉挛的现象。但不止 BA.5 病毒，国外发现又有新的 Omicron 亚变异株 BA.4.6。科学家推测是由确诊者同时感染两种病毒所产生的一种重组变异株，恐怕比 BA.4 或 BA.5 更具有生存优势，且扩散速度越来越快。美国研究 BA.4.6 2个月前约占3%，近一周占比达10%；英国1个月前只占3.3%，近一周感染者占比9%。BA.4.6 个案数暴增3倍，它的传播力可能比那个之前 BA.4、BA.5 还要强，那其实完全不会意外。那 BA.4.6 也许也会传出一些比较奇怪 的症状。新型亚变种 BA.4.6 不排除将取代 BA.5 成为下一个主流病毒株，对抗 Omicron 恐怕还有好长一段路要走。记者张兆鹏、翔宇台北采访报道。大家就是在我们摄影棚当中，现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旺旺水神的抗菌液。当然，我们装在这个雾化器里头，就可以做喷雾清消，非常的安全，不会伤身体。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问题，儿童、孕妇也都可以使用。哪里购买呢？只要到我们这个快点购网站上头就可以买得到。